科大自并校以来，在学校里面推动了很多元的人文艺术相关的活动。精神是来自于希望学生在这个学校的殿堂里面，除了专业知识的培养之外，更希望提升学生的一些人文素养。相信这些人文素养可以带动我们学生的设计力，然后创造力以及整个的整合能力。其实每一年也都规划了将近50场的人文艺术的活动，希望我们的师生可以在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人文艺术涵养，让自己的心情或者是视野更为开阔。我自己认为，当一个学生离开了大学校园以后，这就是他最后还有机会接受艺文的熏陶，最后的机会。离开校园以后，可能就开始上班了，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了。那我必须要说，这样一个学校这样子一个做法，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棒。